吃饭啦？吃饱了。你又剩饭又剩饭，米饭跟你有仇啊？又逼我吃饭又逼我吃饭，吃不下能怪我吗？你吃不吃？哼哼，你给我等着，别以为不吃米饭我就治不了你。先把洗好的鸡翅去掉骨头，沿着骨头一圈剪掉筋膜，拽骨头一头拧一下，骨头就能轻松的拔出来。去完骨头后腌一下鸡翅，腌料配方在左上角，方便大家保存。抓匀后腌一个小时，这个时间我们来炒个饭。洋葱爆香炒软后，加点家里有的肉丁啥的，加点生抽，一丢丢盐，米饭丢进去，剩饭很容易结块炒不开，一颗鸡蛋完美解决。再来一勺老抽，蔬菜自然是不能少的，放香芹别有一番风味。现在把炒饭塞满鸡翅里，那吃饱饭的鸡翅现在给它刷一层油，烤箱200度15分钟后，再刷一层蜂蜜，再烤10分钟。那当一盘诱人的胖胖的鸡翅包饭就好啦。吃饭。哎，我尝一个，这怎么跟